日前杨明在直播中被问到员工谈恋爱怎么办，他说希望员工都有甜甜的恋爱，表示人生中不只有工作，自己的生活也很重要。天呀，又是一句蜜姐金句，这是什么绝世好老板，谁不想有甜甜的爱情呢？也祝杨幂也有甜甜的恋爱。同时工作室还晒出一组杨幂的写真，照片中杨幂穿天蓝色针织开衫搭配黑色短靴，俏皮又可爱，倚窗边秀美腿。杨幂穿一件天蓝的针织衫搭配黑色短靴，和以往一样，她又一次秀出修长的美腿。她梳一个成熟的波浪卷长发，涂着烈焰红唇，全是新的时尚穿搭风格。天蓝色针织开衫内搭卡通白 T， 再配一双黑色短靴，简单温柔的初秋穿搭，恬静温柔，整个人的状态超级好，初秋隔窗写真好有秋天的感觉。而且穿着蓝色的针织衫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清新少女。杨幂这颜值太绝了，整个人温柔又甜美，少女感十足。喜欢就订阅呗。